我也希望我再多活几年，哎，我自己感觉问题还不大，我问题不大，我军一102岁了，因为102岁是满了，对，我也就是102岁的饭了，这个北京原来是空前绝后，简直是人来人可，简直是不得了的嘛，是。 所有在北京的在外面的朋友，差不多都有文稿，我文字来，哎呀，我简直受不了。对美国之音提一个希望。美国之音，包括我一些。 随便讲话的厉害文字，有一次啊，这大概是新上台不久，这个我有个老朋友的女孩在一起闲聊，她就讲了一句什么话呢？她就现在网上就有这样的话：毛病不爱，饥饿成习。 全到美国去了，美国把它攻，搞得我很麻烦，你知道吧？知道知道这个。我有一本书啊，叫做《里约口述往事》，最后一章呢，就是学我。 接受过的高层人物，我怎么学的？从毛泽东开始，最后一直到习近平，不是到习近平，哎，习近平最后一次接受是在什么地方、什么时候呢？ 他当浙江的市委的时候，过去我也不知道他，不是知道，过去我不知道他的文化程度那么低。他在浙江当地委书记的时候啊，他请我吃饭，我去了，我的，他去了，我老伴去了，四个人。 他这个就是炒一个人了，一桌好饭，好得很，就四个人，我因为他是习总理的儿子嘛，所以我就讲话就随便一点了，因为他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时候，我那个叫负责任嘛。 要查汉地山地，我去见过他，我到他那个镇定县来见过他，他请我吃饭的时候呢，我就讲了这样的话，在书上都登出来了。我说你现在地位不同了，地位不同了。 可以讲一点有意义的话了，就是有意啊，应该讲点意见了。你现在地位不同了，我那个时候不晓得他的文化程度那么低，你们知道吧？他小学生，上级又讲。 你可以打擦边球啊，我哪里敢呐？但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看不起他了，因为他是中旬的儿子，中旬你们知道了，那是了不起的，我中旬又是好朋友，中旬是把他这个。 迁发到广东的。
不让他回北京，十多年。我是没口恩啊，我就到南方去看他，跟我的关系非常好。现在。这很难讲，现在到底会怎么样？你对他有没有什么忠告？做不到，我也做不到嘞。这个人现在他能接受？不可能。不是只是第一版革命那个时候。